电机非常安静。把电视关掉。百分百美国的1240主播电机哦。雕刻王子诅咒他自动停止的。看一下，很严吧？这没雕刻到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太低了，非常严哦。这就是主刀调速电源，连接电脑的，实现电脑调速。这条是电源线，这个接主轴，这个接那个接口板的，啊，非常漂亮的三轴接口板，带模拟信号输出。整机外观还不错。